又到了一年一度 BGA 游戏大奖的颁奖典礼啦！这个颁奖典礼在今年也正式改名为 BGX， 而在 BGX 2013上最受瞩目的新游戏情报，当然就是《巫师三：狂野猎杀》啦！巫师白狼重出江湖，利落的身手真的超帅的哦！话不多说，赶快看看有哪些新画面吧！一年一度由 SPEC 举办的年度颁奖典礼 VGA 今年改名为 BGX， 而今年的 VGX 2013除了颁发今年度的各项大奖之外，还携带着全球一亿玩家收视的高人气，释出了许多明年强档大作的新情报。先前为各位报道过的《巫师三：狂野猎杀》，这次终于让玩家看到些许 gameplay 的画面了。而新预告中也描述故事最初的起源，巫师白狼重新再出发，而在一片被祝融侵袭的村庄中，最终反派大 boss 也正式露脸了。相信玩家们一定有发现，是不是有哪里怪怪的？那就是他完全没有脸啊！官方这次预计在次世代平台上推出，包括 PS4、Xbox One 与 PC， 而典藏包与特典版也是一定会出的。玩家们如果怕荷包负荷不了的话，可要提早做规划喽。